在这一边，它的图 show 一个 quadratic function，它问哪里一个 equation represent the graph。首先，我们看这一个减十二，这一个减十二呢是零，逗号减十二，就是说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减十二，零的时候二，零的时候二，所以这两个是不对的。OK，因为我的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二，这一个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二，然后接着呢，这样我就只有剩下 c 跟 d。我看它这个是笑脸，然后所以我的是笑脸的时候呢，我的 a 大过零的时候它是笑脸，a 小过零的时候它是酷脸，所以在这一边它是属于 a 大过零，所以这一个它就不对了，所以它答案是 c。然后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。我这一个是减二零，然后没有啊，对，二零，这样的话呢，你看我的 x 等于二的时候，y 等于三乘二 square 减十二等于零，所以我的二零是正确的。x 等于减二的时候，y 等于三乘减二的 square 减十二也是零，减二零也是正确的。然后我的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三乘零的 square 减十二等于减十二，零减十二也是对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。然后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做的，像我的这一个 3x square 减十二，我的 3x square 减十二，我可以把三抽出来，剩下 x square 减四。然后它会变成 x 加二，x 减二，OK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这个四是二的 square，然后我们有那个 a square 减 b square 等于 a 加 b 乘 a 减 b，所以我的那个 x square 减四会是等于 x 加二，然后 x 减二，这个四其实是我的那个二 square 来的。好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的 x 加二等于零的时候，x 等于减二，然后我的 x 减二等于零的时候，x 等于二，OK，就是说我的那个 y 等于零的时候，就是我这一边这一个是零，找它的 roots，这个其实是 form four 的东西，OK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减二二。然后，但是重点是我要知道我的 a 是大过零还是小于零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这一种类型的题目啊，它是给你这个图，然后它就要你把那个看哪里一个 equation 可以把这个图画出来。如果我的 3x square 加2，如果你手上现在不是考试，你是在做练习的时候，你的 3x square 加2，我们在这一边，你看我这个有 3x，然后 square，然后加2。你看它的形状是这样，然后如果它是减 3x square 加2的话呢，我们这一边它就减它就酷点，OK，减 3x square 加2，它就会经过这个，OK，所以它的那个加2其实是它 y intercept 来的，它后面的这个加2是它 y intercept 来的，所以我刚刚的那个这一个，你看它也有碰到这个2这个点。然后我们的 3x square 减12，这一边这一个它是 3x square 减12，你看它的那个图画就变成了这边减2，2，还有0减2，这一个就是我的 equation，所以这个 equation 对的是这个。然后如果我们刚刚这个是减 3x square 减12的话，它的 graph 就是这样的。OK，因为我的 a 是点的话，它就是酷点。OK。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就是这个跟刚刚的这个一模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用 Desmos 来这样做。然后，可是你没有 Desmos 的话，你用什么方法？就像我刚刚这样的咯，你放零进去，零减十二，你就剔除掉这上面这两个了。你就通过第一个步骤，你在这一边，你的这一个 x 等于零的时候，y 等于减十二，这个不符合，这个不符合。这两个符合，然后我再看 x 乖酷脸笑脸，这一个是我第二个步骤，
So 我在我的第二个步骤这一边，我知道它是笑脸，所以我的 positive，OK，positive，可是因为它这边已经不可以了嘛，这个不符合，这个不符合，然后我要再确定的时候，我把减二零，x 等于减二放进去，x 等于二放进去，这样来确认最终的答案的确是 C。